这就是。有姑娘，这么着急，怎么了？原来和谈是假，暗中开战才是真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你接下去打算怎么做？西夏王为了麻痹大宋，要亲自接见大宋和谈使者。我得想办法，让西夏王把我带在身边。 找机会给大宋使者报信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冒险？人生，又何尝不是一次最大的冒险？可是你得替将军着想啊，他要是在这里的话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为他着想？不，这一次，我只想做回我自己。 大王，我给你带了些点心过来，这都是仙儿亲自为大王做的送的点心，有媚儿娘酥饼、美人针心蒸团，还有素面芙蓉糕。仙儿真是心灵手巧啊，本王一定要好好的尝一尝。嗯。 入口即化，卷舌生香啊！仙儿来到我大夏落地生根，现在是越来越容光焕发，越来越娇艳动人了啊！是西夏的水土润泽了仙儿，大王的宠爱浇灌了仙儿。听说大王。 明日要接见宋和谈使者，可否把仙儿也带在身边啊？嗯，你对政治和谈也感兴趣？仙儿只想陪在大王身边，一睹大王风采。明日群臣毕至，把你带在身边，多有不便呢。 莫非是大王害怕了？这个世上。 早点让他们闭嘴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敢做敢当的美人。你就是上天赐给本王的仙女，只有你才配做本王的女人，也只有大王。 才配做仙儿的男人。大王来啊！仙儿，仙儿，你以为本王抓不住你是不是？来啊！